今天应该是九的轮次啊。啊！如果你们好人不幸可以拉我四七 PK， 没在怕，好不好？好，你们一直说我什么中彩三，然后我就是狼，那难道划水了就不是狼吗？所以我觉得一跟二这边很二跟风一嘛，然后铁性九嘛，所以其实一跟二这边也有可能开狼哎。那我会觉得奇怪的点是因为他刚刚说什么四七 PK， 那九不是定狼吗？干嘛要跟你 PK？ 就是我干嘛跟你 PK 啊？就直接出九，出九就好了，你还在那边 PK 什么？所以七这里也超怪。七我也一直觉得偏怪，我刚刚就在想说，啊，四七 PK 他干嘛？就是为什么要做这件好像很帅，但是其实没有帅到的事情？对，然后四，因为我刚刚的视角一直都跟四很像，我们就是大晕特晕，先跟世界道歉，等一下要先下跪的那一种啦。现在我觉得你们好人可能要思考一点，在于说，的确这轮是出九没有错，但是你要想，出完九之后剩下那只狼在哪里？因为我认为第一轮我是接三跟八都探跳跟真女巫的饮水牌，你一二两张牌又打我这张饮水牌，所以你身份会比少玩家来的高没错，但刚刚五号玩家现在已经叫真预言家了，对吧？你们大家都已经认到了。那刚刚他的验流是先二后四，他为什么是验二，但没有给他警徽，而是给我警徽呢？会不会二是查杀牌？你们有没有想到这个点？